节的第二十届。那在第二十届的今年呢，我们的主视觉意象呢也重新再邀请到了我们第一届的一个设计主题主视觉意象的老师黄立伟老师以及郭美秀老师，来为我们石鼓节第二十届的主视觉意象来推出这个击鼓的动作，同时结合了二十的这个概念。那么今年呢，鼓动庆王城的这个主题呢，同时也邀请了台湾的石鼓集乐团的各个风格的团队，还有呢来自日本的太鼓团，这次呢邀请九州风格的一个野武士太鼓，以及鼓舞员，也就是福冈大学推出的和太鼓部所组成的团队。那这两个团队呢，再来九州非常震撼，而且经典，而且又狂野的一个鼓乐风格。那呢，同时暌违三年再度复出的手和铁鼓，在这一次的石鼓节呢，也会带来非常精彩又全新面貌、全新编制的一个曲目风格。那呢，不管是年轻的朋友，或是呢我们的长辈们呢，都可以一起莅临石鼓文创园区，找到你最喜欢的表演。同时呢，在现在呢，我们也推出了预售的优惠。那呢，喜欢我们的表演的观众朋友呢，可以上网选购。我们这一次推出呢，有两种的售票模式，一种是自由票，就是呢，太多精彩的表演了，你不知道要看哪一场的时候呢，你可以先选购自由票的优惠，然后来到现场的时候再进行划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如果你已经锁定目标了，我今年就是要来看哦石鼓集乐团的演出，或是我就是想要来看野武士太鼓团的演出呢，您也可以在预售的时候直接购买指定场次票，这样呢就少了一段来到现场呢还要再进行换票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总共有两种不同的一个预售优惠的模式。那呢，也欢迎呢各位媒体朋友呢，可以跟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哦，在今年台南四百由2024石鼓节来揭开精彩的序幕。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石鼓集乐团为我们带来这一次2024石鼓节鼓动庆王城的主题曲《海神》。